第一届舒适路跑七月中旬在云林举办，和其他路跑不同，这场活动强调舒适与无痕。慈济志工当天提供3000多份舒适餐点，每一道都特别用心。跑者我们必须要顾及，哎，他运动员啊，需要补充蛋白质等等，这个我们都有考虑到。会有烟熏豆皮，那有补充蛋白质。为了方便跑者拿取西瓜不沾手，志工们特别研究切法，每个人的手都红肿受伤，也不觉得苦。当天原汁原味的呈现就是这10样的东西。就怕来不及付出，慈济志工蔡青森为一名90多岁独居长者装设扶手，避免跌倒。没想到这位李阿嬷却在住家空间改善1周后往生。当时发现她孤独离世的，就是再度上门关怀访视的慈济志工。我一奇怪啊，哪会较？我是家己认为讲，哪会当较早起去的时阵，搞不好我就会当救伊一条命，就是因为太慢拿过去了。跟他错失一个时机，哎，坐在厝内底是亡生的，我感觉真的很不舍。蔡青森忏悔自责，但他没说出口的是自己其实也有病痛，忙到没时间住院休养。再去急诊，结果真的中风了。中风，医生就叫伊断院，断院爱检查，爱观察一礼拜。但是伊的心就是心念在这些安眠。在不方便的人，经历无常，更把握机会行善，期许时间不空过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林新红、张如荣嘉义报道。